花姐，你这到底要干嘛呀？又是吃饭又是喝酒的，你有这些钱，还不如给丫丫多补点营养。你干嘛，花姐？我不是你盘里的菜。姐呢，想求你一个事儿，你呀，一定要帮忙。来，咱先喝了这杯酒、啊。哎，不着急喝，不着急喝。我不是你盘里的菜，你没必要。我还不稀罕你这样的呢。不是，那你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三世一开，万紫千红，你懂得。什么意思？你说重点。哎呀，就是，你说，这宠物比赛一开始肯定会有很多单身的宠物主人，对吧？这是多么好的一个机会啊！我得抓紧它，赶紧找个人结婚，给丫丫找一个爸爸。一般爱宠物的人都比较有爱心，但是你就要看人家上不上钩了。不用钩，用网。我这大网一撒下去，这捞不着几条大鱼，也能捞着几条小泥鳅吧？那你有什么条件？这第一吧，当然是对丫丫好呀，要不然谈别的都没用，对吧？第二呢？第二。最好是一个知识分子。知识分子？哎，这个也不是那么重要，先放一放吧。反正我觉得最好要不抽烟不喝酒。不是，你开这么大一瓶酒，你找一个又不抽烟又不喝酒的？哎呀，这是金六福，你知道金六福是什么酒？福酒。那，按照你刚才说的条件。不就是于飞吗？胡说什么呢你？哪有胡说？你刚才说的条件，于飞都符合。哎呀，我配不上他，你就不要管这么多了，让我接待宠物主人不就完了吗？哦。